在园林有一位张英民先生，虽然双手的行动不便，也是不放弃伊的人生，继续从事伊上喜欢的绘画创作。更加感动的是，伊的牵手黄玉梅小姐，多年来陪伴在伊的身躯边不离不弃，成为伊画图的时阵上大的靠山。靠着画家张英民一笔一画真专心认真的创作，这位画家在创作的时阵，身躯边有一位小助手，就是伊的太太黄玉梅。每天出门工作之前，总是替伊的翁婿顾前顾后，做好准备工作。因为我今日有迄心情，有迄心情，真专心在画图，就是拢讲阮老婆，阮老婆甲讲吼，两个爱讲吼，外口来兼职，我来负责，伊要负责。你专心吼，专注做画图。画家张英平的太太黄玉梅表示，伊除了会替伊准备画图的色料，伫暗时下班了后，买来欣赏伊的作品。虽然伊唔捌画图，但是伊会当透过观赏者角度来提供意见和评价。因为我是旁观者清啦。哦，旁观者清。哦，所以你袂晓画，但是你看有。哦，伊看图真。我唔知道，我就是伊所画图，我会晓甲看，也甲欣赏。啊，我袂晓画图。哎呀，伊若讲要用到一色，我就甲饲到一色安尼。你上班之前就爱甲饲好，对不对？伊手无迄个力好饲吗？就是伊要，如果要上班之前是当晚甲准备好。一位成功的查甫人，背后拢有一位伟大的查甫人。张英平的背后，多年来不离不弃的牵手黄玉梅，就是支持伊专心创作上重要的靠山。嘛，无怪张英平嘛讲，伊是上世人烧好香，才会娶到好太太。大专新闻综合报道。